林子阳，你现在打报告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报告，对不起。动作快一点，跑步。来吧。我是你们今天追光热血训练营教官，我叫王威，现在听口令，向左转，前进。大队长，立定。立定，向左转。现在是上午10:13，现在有4个战队，你们是第一个到的，首先对你们提出表扬。我在提，你为什么动？报告，林子阳，你现在打报告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报告，对不起。吴建豪，出列。讲到出列的时候，向前一步，明白吗？点到名字要答到。吴建豪，到。回去。先答到再出列。对不起。吴建豪，到。出列。对应你们的战队的时钟，你们现在是10:13，把它拨到你们到训练场的时间，30秒开始。第二个 second one， 10:13。OK， 好，用时18秒，还挺快的啊，因为你们是一个整体，是一个集体。后面的训练人没有到齐，我们不能开始。我们现在等他们，怎么等？站军姿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好，不错啊。这么慢，晚了10几分钟。第二组，所有队员面向我一列，后面集合。无组织无纪律啊，自由散漫。你们刚才来也是这样子。停，就位。站好！你们团魂是什么？吴振宇，吴兄弟，吴压力，我们是 Three Five， 热血男子汉，兄弟永不换。能不能喊整齐？能。来，五个人围成一圈。3、2、1，开始！吴振宇，吴兄弟，吴压力，三五三五三五十五，我们是 Three Five。你知道你们玩了多久吗？我们没玩。确定？确定。你们司机开出路，是什么原因？他走错路了吗？啊，师傅，为什么你掉到里面去？你走错路了吗？吴建豪，告诉你们队来了时间，10:13。10:13，他们到了这儿，司机走错路，这个责任我们承担，给你们减去10分钟，够不够？够够够，好。你们到了时间10:27，吴振宇出来。对，叫你要答到，听见没有？听到。到。对，回去。好。要答是。是。吴振宇是。到。到。别笑。回去。好。别笑。答到的时候，向前一步走。好。是是是。吴振宇，到，出来。现在去把你们的指针打到你们到达的时间，10:27。去。家人站好，不要动。好起来。站好。